从开始做国光的助理到现在，有没有曾经杜烂过我们三个其中一个？敢讲？没有，没有。这是我测过最强烈的说谎脑波。如果我们要结婚，你会不会把保单受益人写我？会。骗子，你有没有听完啊？会，真的。这个答案是，这个答案是诚实的。哦，是哦。大声有用哦，大声看。我来找第二题，下医生。如果我们在交往，你会不会为了我放其他车友鸽子呢？会。不要以为大声就有用，这个回答是。换一招，医生屌的，屌！不要以为大声就有用，我爸不要尝试吓唬医生。来，我把我鞋子里面钉子位置调一下。好，来第三，要先拍一下。如果我们要结婚，你会为了我把爱车通通卖掉吗？你愿意吗？好啦，说会的话，我觉得是谎言啦。真的，对，所以是不会的。好，奉劝各位哈，如果说你有什么喜欢的车子，请在结婚前赶快买。我的意见到这里。康哥对不对？结婚后对不对？也是可以买哈雷嘛。还没买到，一切都不是。刚才那个回答是诚实的。哦。来，下一题。如果我们在交往，有一个比我还要漂亮的女生跟你要电话，你会收吗？会，当然不会。讲的有点心虚。又开始大声了，还是谎言。又开始大声了，又开始大声了，医生都受不了你了，豪哥，要再换一招哎，来，还有吗？有，来，请说。如果我们是情侣，吵架时你会先认错吗？吵架情侣我会先认错啊，我觉得要看事情了，会还是不会嘛？比如说你刚收了电话这件事情啊，我觉得要看论事情啊，嗯，但是你这么可爱的话就是会，哦，哎呦，导播生气，导播完蛋，这个回答是真实的。Melissa， 你现在应该动心了哦。哎呦，还有，导播请说，如果我是你老婆，我变胖。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大声的真的听不到哎，这样大声一点哈，来。如果我是你老婆，你是我老婆，我变胖了，你还会一样爱我吗？会。那个胡烂脸。我也这么觉得，男人都不喜欢胖的女人，很少。这个问题，他回答完之后非常焦虑的老婆，所以是谎言。焦虑，表了焦虑了。这好严肃哦，这一次好严肃哦。来第二题，如果你爱我，你愿意把 FB 的账密给我吗？账号跟密码给我吗？账，哦，嗯，会，看那个邪恶的脸，抽什么雪茄啊你？是吗？会，我看你自己把鼻子拉长吧，是谎。第三题，如果我们在交往，已经到这个阶段了，交往到那种声音，我们在交往有那种声音。林志玲跟我，你会选择谁？志玲，我选你。你在跟谁讲话？颜志玲啊，我选志玲啊。动力火车。脑波的显示，他这个回答是诚实的。哦，我问一个。好，请问你那天我们录影的时候，王心田说喜欢你，你是不是有当真的开心？是啊，是不要脸，也不错，直接就要骂我这个。答案是这个回答是诚实的。不要脸的东西，哇，你引乔伊在里面呢，来，很难得啊。如果我们在一起，你会不会因为红了就抛弃我了？会，一定会啊！很负心哎，这样子。不会，会，再把鼻子装上去吧。谎言。
是不是有跟我们国光女神要过电话？Never，Never， 没有。那干嘛迟疑？没有啊，因为我在给你们空间做一点声音呢。问医生。嗯，这个回答倒是诚实的。哦。那你有没有对过国光女神需要加码？心动过？没有。笑得有点诡异。我本来就长这样。为什么不能继续的诚实呢？这是谎言。从开始做国光的助理到现在，有没有曾经杜烂过我们三个其中一个？哇塞，这已经看得出来了嘛？这还用说？杜烂哦，严重啊！看到心里，我的问题真的杜烂哦，想找人捶他们那种。对啊，很想直接给他童子拜观音那种啊。哎，你影射的很明显哦，所以你也很杜烂。等一下，我们要问你这一题。想太久了吧？不敢讲。没的，没有。这是我测过最强烈的说谎脑波。你完了！你完了！知道真相就好。走。